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汤首都集团的 Jackson， 今天欢迎来收看我们的伦敦看房。今天要来介绍我们的案件是 12 Tree Par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12 Tree Park 的交通建设。第一期完工的时候，我们的 West Ham 地铁站就在里面哦，是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它是三铁共构的，总共有五个主要的交通枢纽。那到达 Stratford 三分钟地铁站即可到达。那如果是我们的上班族，金丝雀码头的话，地铁只需要七分钟就可以到达喽。如果是长期需要坐飞机的住客 ，London City Airport 大约十分钟就可以到达了。我们说的都是地铁时间哦。那 Bond Street 的话，喜欢购物、喜欢美食的旅客，22分钟的地铁时间就可以到达了。好，那如果今天是读大学的住客的话，在附近12所英国排名前100的大学啊，例如像 UCL、Queen Mary、Greenwich、东伦敦大学，都只要30分钟内都可以到达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房的房型。那如果说到一房的话，我们推荐的是面西北面的，那它是看市中心景跟公园景的，售价的话在587,500英镑起，大约台币是在2100万左右，总面积的话台坪会在17.3坪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坪数对于一房的住客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非常足够的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共建设，它里面有住户可享用的私人会议室、健身房、影音播放厅、社区公园及24小时礼宾服务。对于年轻的住户来说，它的服务是非常足够的，在里面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那如果今天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可以联系我们哦。谢谢，拜拜。